它的好处就是说呢，你如果忘记上面的名称叫什么，你就可以用选的，比较不会错啊。比如说呢，我要找到利率的话，那我们有一个叫 my rent， 那 my rent 的话特别注意啊，因为呢我填上去的时候呢哈，是百分之多少，那画面上面的话呢已经帮我加上什么百分比，所以我填进去的话呢，比如说2的话，那实际上是2，不是2%，所以必须怎么样呢，必须要再把它怎么样除以多少呢，除以100才会是百分之多少。 OK， 那再来的话呢，我要取得呢总付款的付款的总期数，那我可以从总期数的话是年里面去找到，所以呢在年里面呢我可以找到资料。好，那年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名称叫什么，满意额，有没有在那个画面上面有一个叫年限，有没有，这个叫什么呢，叫满意额。好，所以我可以从这边去取得呢使用者到底输入多少年。那另外齁，其实一般除了密点满意额之外齁，我的习惯可能还会再多一个什么 test， 那这个 test 有没有加齁，在这个程式里面没有影响也都可以，不过加可能会比较好。那为什么要加 test？主要的原因是说，因为它是一个 text box， 那这个 text box 呢里面输入的文字就是什么呢，就是 text、哦、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要加不加其实都可以的、哦、OK。 那再来的话呢，贷款的金额，那金额部分的话是以万元为单位，所以后面呢请你加上再乘上多少，乘上10000，所以分别得到什么呢， Y Z W 这三个这个值、哦、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做一个什么呢，做计算。那计算里面的话呢，每个月偿还金额部分呢，那我就直接怎么样带一个公式 PMT。 那这个 PMT、哦、它里面呢需要几个参数，那这个参数部分的话呢总共会有三个啦，各位如果不熟的话、哦、可以、哦、切到那个 Excel 里面、哦、去做一个计算。实际上那个 Excel 里面每个月偿还金额、哦、我这边的话你就点一下嘛，这边假设我全部里面 PMT 好了 PM OK， 那我按一个函数说明，或者直接、哦、你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呢它的参数、啊、跟那个 VBA 的参数很像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，第一个是 rent、哦、就是它的利率、哦、应该是利率 rent、哦、它的